喜欢一些非电族群，其实我讲过这个8996的高利嘛，这个连涨，这个已经连涨三周了，然后三周都创新高。哦，那这边对，那这边我认为有些中低位阶的，比如说我们这一档1513的中兴电，今天虽然涨停，但是我们把它拉远一点来看的话，你会发现它还是什么，在一个上升趋势嘛，所以沿着这个趋势往这个月线往上做的话，我认为都还可以追上这个1503的这个所谓的市电。所以之前市电来讲的话，股价从80块原本是落后中兴电的涨上来，对，那这边超越中兴电之后，它成为这个再生能源当中的一个标股，涨100%。对，那中兴电休息了一阵子，中兴电涨多少了？所以我认为中兴电原本股价是比市电更高的啊，所以市电都已经冲上去了，我认为中兴电这边有落后补涨的这个效果啦。大局大利多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很重要啊！财神爷我都亲自降临了，是不是？玉凯老师唱歌，然后歌神等刘星宇，买这套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。疯狂故事福利社提前告诉你，股价二月一周创高股，抢先报，开始抢答。疯狂故事福利社，你的财富 fre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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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ee， 好厉害哦 ！OK。想要更好的生活，该如何财富自由？谁能快点告诉我？原地踏步又让机会错过，怎么打呼？感觉好像盯着我，最高杀低的经验真的痛。培养纪律，掌握趋势 ，My Don't。Oh， 我好开心，我看多看空，春夏秋冬都有我陪在你左右。买就喷，买就套，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。疯狂故事福利社，提前告诉你。追最高，杀最低，先有改掉这坏毛病。疯狂故事福利社，买财富 free free free。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。